Hey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un House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Dermalogica 的产品，叫做 Bioactive Collagen。这个组合呢，里面有两个产品，我让大家看一下。Bioactive Collagen 里面会有四个小玻璃瓶，另外一个是水状的，叫做 Soothing Rebalancing Ampoules。 那么这个 Bioactive Collagen 呢，可以明显的改善我们脸上皮肤的细纹和皱纹，然后能够帮我们皮肤拉提，能够达到皮肤补水和保湿滋润的效果，也能够让皮肤感到更有活力和弹性。然后呢，在盒子上呢会有显示7天。那它的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告诉你一个小玻璃瓶一定要在7天以内用完哦。如果7天以后再用的话，它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咯。你看这边有写7天。好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把这个 Bioactive Collagen 的盒子打开来看，让你们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好料。哎，怎么长这个样子，对吧？这个呢，我也不知道是 Dermalogica 的什么技术，什么新的科技啦。总之呢，它一个小玻璃瓶里面呢，有大概6到7个像小方形的胶原。然后这个胶原呢，它需要我们用那个水状的加进去，然后它就会溶解。然后我们把它摇一下，大概等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擦到我们的脸上了。可是呢，这一小瓶哦，要在7天以内用完哦。你看，它是没有重量的。然后它这个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7条小线，是让你知道你加那个水状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到最高的这个第7个线，记得哦，一定要到第7个线。然后这个小玻璃瓶上面呢，会有一个2个小箭头，就是告诉你要从哪里把这个盖拉开，方便你把它的这个保鲜盖给打开。好，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下，示范一次哦。OK， 我就在它的箭头这边拉，推上去，然后再拉下来。要小心的拉哦，不要伤到你们的小手。好了，第一层已经拿下来了。现第二层呢是软软的塑胶，也是保鲜的。我们现在先不能拿下来哦，因为呢我们还要准备别的东西。我们要在最快的速度把那个水状的加进去，然后呢把它的盖子换掉。 OK， 记得这样倒进去，然后要到最上面这个第七条线。好，现在我打开这个水状的，方便我待会这样倒进去比较快。其实呢它是用喷的，你可以用喷的，可是呢我觉得这样倒会比较快。这是看个人了。如果你觉得你要用喷的话，你也可以用喷的。好，这个就是要换它的那个盖。换了过后呢，就把这个盖子，像三角形的这个盖子插下去。OK， 好，我把把它打开。再把这个水状的加进去，加到第7条线。
好了把它盖起来，然后把这个新的盖子压下去 OK 就好啦。过后呢，我们要再帮它摇几下，再等半到一个小时才能擦在我们的脸上哦。这个呢可以丢掉，不需要了。然后现在我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区别。右边是还没加水状的，左边是已经加水状哦。